真的吗？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可以这样讲了。OK OK， 不要紧，你们只要会唱，就跟着一起唱。这首歌有火有鸟哎。对，有火有鸟，那就是火鸟咯。那前面三个字什么 ？Boom， 那就在想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燃烧吧，火鸟。哇，好经典的歌哦！这首歌给所有的长辈的一首歌，对啊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我们那时来有长辈说，啊，你可以唱一些比较我懂的歌吗？我就讲 OK 咯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能力是懂吧？我们满足一下，我们就唱一个我们要。一首歌，好，准备。我也没有真的唱过了，我们就只是开饭了。对对对，大家一起好玩就好 ，OK。一起玩玩。反正这边应该着不了火、啊。好，这首歌高凌风的歌曲。